天秤座一周运势，10月30日到11月5日。事业，天秤座本周的事业运势并不是太稳定，可能会有意外状况发生，特别是有投标方面的项目任务。本周天秤座越在意自己的价值感，越容易感到失落和不确定性哦。不过部分天秤座可能会有暗中助力，人脉资源方面比较给力。财运，天秤座可能会得到家庭的相关财力支持，也可能会有钱财收入的惊喜环节，但也可能是惊吓。部分天秤座可能会冲动投资或者花钱。爱情，恋爱中的天秤座前半周恋爱运势不佳，可能会为了未来方向有局语，两个人感觉压力比较大，部分天秤座会有钱财困扰。已婚的天秤座本周开销依然很大，在理财观念上有比较大的分歧，亲密关系不佳，两个人的互动显得生涩冷漠。单身的天秤座恋爱运势后半周比较好哦，可能会遇到志同道合的对象。学业，天秤座本周学习容易浮躁，想要的比较多，太在意他人对自己的评价，为了满足他人需求而忘记自己的节奏。